请收看维新世界九九法会义工立人天。各位孙亚师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义工立人天》的节目。咱每一遍吼，这义工师兄师姐如果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充满法喜心哦，精神非常的伟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请这一位师兄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我是摩罗陀场十八界，我叫吴玉仁。哦，吴师兄哦，啊是，你讲十八届，伫咱中门应该有四年了。四年，这四年六个月哦。哦，四年六个月算得好准哦。师兄，你是咧做啥物？我住伫一间化学公司，伫迄个西港啊一间南部手机公司咧上班。做这个这些手机化学个就对啦吼。啊，这内底是咧生产啥物个？生产迄类款，人咧装潢咧用个白膏啊、甲黄膏啊。那生理一定足好个哦。生理就好，阮用暗时啊拢爱加班。哦，安尼哦。即卖吼，有诶，若上班会交阮就真好啊，可以当加班也不错啦吼。阮一个月拢爱加，差不多伫个正十工左右呀。安尼阮都感觉安尼，就人别人无通做，啊，阮有通做，安尼吼，感觉有够好个。对啊。即卖讲若要加班哦，其实要看款物件啦吼，有时候真的很少啦吼，所以你应该伫遮上班，你讲即久啊吼。我伫即间公司南部手机公司上班，已经有22冬啊。哦，22冬，哇，即卖退休金应该袂少吧？退休金得爱到时看咱几岁退休，安尼才会当算迄个，会才会当算出迄个金额。哦。准阿哥唔知影。是，不过这个退休金算讲你这一辈子的辛苦啊，给你慰劳了哈，这人爱惜珍惜了哈。因为退休金是迄个关系，咱出一寡啊，头家甲咱出，安尼到时这条钱，咱会当规条领当啊，安尼才会当咱看咩啦使用，安尼加较好用啊。是，算咱家己有哪欠一寡，啊头家好咱一寡。安尼后盖食老尾用老本都有啊，吼是很难得哈。那当然就是讲，你今来遮做义工，咱是99天嘛，你来过几工啊？来过两届啊。哦，来过两届。我来咧，即个发挥期间，尤其是去那去听书咧讲经，啊，就感觉有当时啊，感觉神清，啊，要转院的时阵，哦，感觉精神有够好个啦，是哦，即真正实在是有师傅咧甲咱加持哦。来遮做义工，不是时间，但是呢，会当搁再听师傅呢讲经说法吼，很殊胜哦。你有啥物款的心得？我心得就是迄个啥，都那感觉神清，啊那听了，啊那要转去，吼，迄个精神敢那去互充电充饱，去互加持，吼，输加持，吼，充电充到足饱，感觉精神足好个安尼。真的，真吼，就是要身临其境才会知道吼，因为事实上就是讲，师父呢，伫咱这99天吼，啊，真的是呢，每一天呢，他呢都是呢在讲经说法，所以讲有真济在义工师兄师姐，那轮到来遮当义工的时阵，大家拢充
充满法喜心，还可以学习到很多我们心安的问题哈。所以你今麦来做义工，因为两工拢做差不多的工课嘛。义工伊个来遮做义工，在迄个啥，迄个贡品啦，迄个人都帮做出来，迄个关啥，迄个贡品，啊，咱就甲分落去每一盘，啊，甲伊搬去每一个桌的贡。工作内底，安尼吼，伊安尼吼，即吼，无论是即有形无形的吼，拢会当得到迄个舒适、迄个舒服的加持，啊，佫会当，佫会当安尼迄个怎享用即个阮咱阮咱阮即个义工所用的一挂奖品，哇，安尼感觉真好啊！是，尤其的是讲咱九九法会，其实这一次是第十次，第三次的十年了，很难得，很难得哈。虽然是讲咱要将近圆满啊，但是时间咧过嘛是足紧的呢。其实迄、那个迄十冬一届，那迄、那个那拄到这十冬，虽然是十冬一届，啊，不过吼，敢那咧数一领咧，万年就够啊。是啊。啊，就讲那有到这，就赶紧要。要来参加哦，迄吼参加这個，感觉咧哦，精神计足好个安尼。啊，爱请假哦。爱今仔日嘛爱请假，因为迄落拄啊好有即个机会，爱当请假，哦来啊来，互师弟师兄等一个多好咧。有影有影，所以咱足感恩咱遮义工师兄师姐哈，来自呢我们台湾各个地方的道场还有教士哈，大家要来时间，唔是用着家己诶即个假日公休的假日，都、就是来请假来哦。真的，这点心，互咱非常的感恩，阿嘛足甘心的哈。所以说，我相信老祖加持，全家会平安，功德无量哦。谢谢你啊，感恩阿弥陀佛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九九法会癸巳年也是十年一次，今年是第三次了哈，所以我们很感恩了。我们这些师兄师姐哈啊，虽然说还有几天我们的九九法会高走高刚的对不对完满了哈，但是呢，还是有这么多的师兄师姐啊来当义工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请这位师姐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各位阿弥陀佛，我是麻豆道场十八届陈丽丽。哦，十八届啊，哎，安尼四年，对，四年了，哎，也不会像刚刚那师兄跟我讲说四年六个月，记得很清楚啊。我跟他是第一，家里第一班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他记得比较清楚吧、啊？是。阿弟是什么移民？原来在那种吗？我是我叔叔，是十五届的，嘿、哦，他引荐我进来的。是啊，对，是啊。啊，但是你今晚我在上班吗？没有，我自己开店。哦，开什么店？哎，那个眼镜店。眼镜啊。人长得美美的，开眼镜店哦，那你是老板娘喽？嘿，对对。哦，不简单不简单哦，又秀气，气质又好哈、哦。那这眼镜店开多久啦、啊？我们开三十年有了。在咖喱吗？咖喱嘿。咖喱都位。我们是家里在那个长安街。我们是属于一般的比较传统的哦、欸，但是传统带有一点新进啦、啊。是啊，我有一个亲戚，非常的亲的亲戚哈，那也是住在家里。哦，这样是。那我唔知伊是住伫家里，但是伫火车站附近。家里可能是车站，家里没有火车站。哦、车站，对对。他以前是开书局。哦，这样子。现在应该还有。我们书局也没有几家。没有几家。哎、对，应该很久了，因为伊是咖喱人。嘛、嗯，那曾经呢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有去过咖喱，有一个七股，嘿，七股诶，这个盐山呐、啊，哎，那个地方很殊胜，介绍一下。七股家里七股啦，还有北门出很多那个文学家，文学家，嘿，对，是啊，难怪你这个文质彬彬哈。安尼七股有七股诶，这盐哈，为什么？你刚才为什么它为什么不会，好像都不会融化掉？它那个是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吃的盐，就是在那个盐山这样子要晒盐，嘿，对对，嘿对。可是现在可能是都没有了，嘿，都是进口的。进口，而且好像都是观赏用的。嘿，对对对。外地也好像几年前有一次呢，刚好是农历的过年，那就到那边去，哇，太阳还很大，但是呢，我看到盐角真欢喜哈。可是他说那个东西也不能携带嘛，那爬到很高的地方去哈，所以其实在咖喱界说在水帘宫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，可是它这个盐田还是很出名啊。对，还有它旁边都是
余温嘛，它、嗯、哎，盐田那边都是余温嘛，是是是，好像都吃马沙白鱼，哎对对，石目鱼，哎我有去过，而且我吃过哈，那是小时候啦，那现在我也很怀念那个地方啊，我想说利用有空的时候呢，再去找我们这一位啊，应该是结拜的我的哥哥啦，是是，因为他是跟我大哥做结拜，所以也很难得。啊，你今天来在这里，刚那家里的工作怎么办？就是我师兄，哎，我们出来就是。在互相配合轮流、哦啊、师兄有上课吗、欸、没有，我们不能两个同时出来、哦、是啊，不过你是怎么想要来上课、欸、因为 我叔叔跟我讲，其实我要进来的时候我是都不晓得，我也没有诵过经、嗯、也没有到外面学过，甚至师父在台寺我几乎都没有看过。哦哦哦，是是是，是按公公啊进来，公公啊进来，但是公公啊，你的心得是什么款？我觉得有很多妙法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，嗯、还有占卦，你就是有一些忧郁难解的问题，你就可以占卦可以帮我们引导。嗯哼，还有一个那个师父那个智慧座。我觉得很好用、哦、智慧座你敢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智慧座像我会跟朋友分享说，如果说小孩子考试之前就叫他念十二遍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我孩子他如果要考试之前他就打电话跟我讲，妈妈赶快念给我听，那我都会教他说，你要考试的时候你就不用一分钟，你就念那个十二遍，这样你就心会静下来，而且你那个写考卷会得心应手。哎、对 对, 对，他从我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每次考试他都会这样。是，哎，他、啊、打电话跟我讲，我就赶快念十二遍给他听。那、uh-huh. 我们这样子也可以促进那个亲子关系。哎、对对对对，真的真的哈、哦，亲子关系这是啊。用金钱买不到的哈，那起码因为婴儿行了久哈，那如果说亲子关系没搞好，他也孤单，我们也孤单，欸、对对对，所以进了这个法门，你觉得对你家里的改善最多的地方在哪里？欸、我就是觉得以前我都会怨天尤人啦、啊，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别人错啊，我们没有错，但是我现在是觉得说好像是自己做不够，就会这么想。嗯、你这么想的话，你心就会比较。平衡，没错，而且心会比较安。哎、那我进来，我会求平安就好，平顺就好、嗯，我不会求太多。是，那小孩子不要让我们操心就好了。是。Hey, 一个人要求太多，欲望太多，其实自己也会难过哈。所以说，两个人开始讲哈，咱家的内心要充实，唔通点来去检讨别人哈，这个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啊。所以你今天来当法工，哎，是第几次？哎，我九九法会是第一次过来的。来哦，是、嗯、啊，你跟我公来的，做了这个法工的心得怎么样？分享一下。我每次要来参加法会或是做义工，我是以那个我要出来交友的心情。那来这边做我不会觉得累，有时候在家里好像腰酸背痛，但是来这边做好像都好了。哦，是是是，因为大家都这样说，扎来这，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充满法喜又很高兴，真的很难得。那所以说今天也难得访问到我们的师姐咖喱兰，好像很亲切啦。那当然就是说希望你来当义工，那心情充满法喜，马吉亚点行李越来越好，祝福你啊，感恩阿弥陀佛。好，接着我们还是要来请我们这一位义工的师姐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麻豆道场第十七届谢蔡月云。哦，十七届啊，那十七届应该是五年了。对。哦，对，那你在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在做那个缝纫的隔热手套。哦，隔热手套，爱掐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微波炉用的隔热手套。哦，是是，这也是一个工厂吗？哎，对，是。啊，你是吃头路还是？哎，我说我是吃头路。啊，这个做多久啊？我刚进去做两年。两年了、哦。那你应该是过去应该有这五车衣服的那个基础吗？有有有，嗯，还有是这的。是。哎，那这份工作会辛苦吗？不会啦。嗯，还不会辛苦。大概是怎么样做？像做衣服这样子啊，不过那个就是那皮啊，黏在车顶，你就要靠你的技术啊，才会扯得动啊。哦，爱靠技术了。哎，爱靠技术。黏在机车顶管。哎，也皮啊，也黏在车底哩。哦。啊，所以你要靠你的技术去扯，安尼较扯得动。是。啊，你是算月薪还是要看你一天扯几个？做件的。做件哈。对。你一天会当做几个？平均差不多七八百块。哦，哦，不简单呢。
差不多了。嘿，啊，你那个有时间来参加咱啊易经的学习上课？我们没有加班啦。哦，没有加班。以前我做纤维的都是做中班，啊就请假去学。啊，现在我就改做这个，就做就是啊，暗时啊得当来上课。哦，是。哎，得免请假。是是。所以这几年来，你拢赶快利用暗时的时班来遮上课吼。啊，搁做事啊，搁上课，会足忝的无？不会啊。嗯，啊，来上课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？就是越爽越欢喜啊，身体越健康啊。哦。哎呀，这样子。啊，你有时间躺个躺个念经无？我都早上五点起床。哦，哎，诵经好了，准备好才去上班。大概几点上班？哎，八点。哦，是。哎，对对是。嗯，啊，安尼吼，伫咱今来遮做义工，啊，你做义工也赶快弄做遮个供菜的事情嘛，可以把你的工作来分享给我们大家一下，可以多说一下嘛。工作是普州的工作嘛，还普阿的大家合作啊，洗碗啊，洗洗碟啊，洗碗啊，捧菜啊，安尼大家做甲做欢喜，也分工合作啦。好好好，这样子是啊，爱切菜不？有时候也会，哎，有时候会。啊，你来几届？来第一次啊？第三次。哦，第三次哦。哎，所以大家都一起把这份工作呢，按那份工合作把它做好哈。你看，刚刚讲咱刚才像一个大家庭同款。对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感想。哎，感想是怎么样？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大家庭？因为大家每个都很欢喜心来啊，啊，你就可以看我们。工作的时候，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啊，啊，你就可以分享到说，我以后出去工作要怎样合作，分工合作，这样子才能配合起来。哦，是是，啊，那么吼，你讲你在做做事在做件吼，其实大家拢无时间通去讲话，拢直直做。但是来这边做这些义工就不一样的性质了。哎，有时。也是一直做，嘛是较少咧讲话啦，嘛是家己的工作嘛是一直做安尼。是是是，所以就是讲你上课到即摆来吼，那已经有四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家己本身又上班，啊，利用这个工作吼，那做完了以后来上课啊，然后有义工的时候也来做。老祖的圣诞法会有来当义工吗？有，我来五天。来五天哦，每一次吗？不是，今年才来。因为以前都时间，我以前是上班，是上晚上的中班，所以时间挂不出来。啊，这改我就跟我组长请假五天来了。哦，组长准假。准。哦，他也很高兴啊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太好了哈。所以讲你甲看哈，做义工不落人后啊，难怪我们师父哈真的很赞叹我们这些义工们哈。那。因为一遍的法会啊，实际上九九法会九十九天哦，如果不是这些义工的师兄师姐，大家来成就圆满哦，那一定是大家非常的忙碌。所以说，我们真的呢，很感谢我们这些义工师兄师姐，已经接近咱的九十九天都完满了，你知无？知影。是。啊，你今日拍算几点要回去？要整理好。完工整理好才能回家。哎，是是是。所以今天谢谢你接受访问啊，同时也祝福你越来越好，感恩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癸巳年九九法会，咱虽然是要接近完满哦，不过还是有很多师兄师姐也是非常的踊跃来做义工哈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哎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？我是啊，师兄师姐大家好哈，我是十七届啊妈的道场，我的姓名是李美芬。哦，林师姐哈，木子李哦，李师姐哈，李妈都道场，然后啊，您到李道场玩？嗯，我学姐。我住在学甲。学甲，嗯，啊，到麻豆要多久？你汽车？抽到二十分。哦，二十分哦。嗯嗯，那你上晚班的吗？上晚课吗？嗯，对。哦，是是，那汽车二十分，那、啊、一个女性啊，安尼会不怕不？不会啊，很高兴啊。很高兴啊，是是是。啊，你今麦在上课，安尼你讲你第几届？我十七届，十七哈，十七届，安尼你做门嘛是真久啊了哈，五年的时间哈，这五年来对你也当个你的心得来做个分享好吗？嗯，要说心得哦，那最近我会使讲我有买一间厝啦，好，买厝的进展哈。伊迄是医生讲预售嘛，啊，我就先去摕图摕转来，啊，我每间都占过，因为伊总共有十六间呐，对，啊，我都每间都占过啊，哦，啊，结果就像这两间啊，袂歹安尼，
啊，我叫阮原昌法师帮我看啊，啊，就看看了。阮先生甲我讲，哎，厝你莫早紧买啦，你咱那买咱的后边那边那少，袂使遐早买。但是我就请教老祖说，我什么时候要买？啊，老祖跟我讲说，四月份可以买。啊，都我甲阮先生讲无啊，啊，不过老祖讲爱四月份买啊，四月都是比较早啊，安尼啊。啊，阮先生都无爱相信，伊讲无可能啊，厝是应该是因那买那少，无可能那买那贵。我讲吼，无爱啊，反正老祖安甲我讲，我就要那样做。啊，其实我四月份就定做定了。订那个都要订厝啊，结果到最后我真已经拢好啊，规个总共也是六间嘛，结果伊是哪买哪贵，我买到上俗个。是，所以等你搁起好了，搁起较悬啊。是啊。哦。啊，我啊，伊说我给当改，在外环门啊，就是那个门那个文公祠啊，我可以改。对。所以你也是彰化来的吗？对。嗯哼，都是彰化。但是你在这里四年的时间了哈，对，五年了哈、你自己有常常凡事都接招吗？像你说买厝这个哈、来彰化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对啊，感觉哎呀，就是啊，安尼蛮心安啊，没错，对，安大住嘛平安啊，是，哎呀、啊，就是的，所以嘛，讲凡事皆沾啊，对啊。有些的预售屋哈，大概拢看起来跟他讲水，尤其是他有一个啊成屋让样品屋让我们看哦，但是呢，一起喝其中好像有一些是不太一样哎。对啊，有时候也讲啊，父母。你张凯是父母，哈、就是父母啊破啦，或是胡厂啦，哈，这个用心无伫安都卖卖啊，嘿，迄都无好安尼。是啊，你主要你祖孙啊，还有七朝，你真要旺啊。是。住进去的话，比较长风聚气啊。没错。所以讲，咱讲买厝哦，不是小事，不是说啊这个东西买来吃不好吃就算了，下次不买就算了。唔过这厝哦，就是等于一个啊钱拢。也不便宜的房子，那所有的积蓄有可能这样子孤注一掷的时候，结果出问题，欸、很伤脑筋呢。对，没有错。尤其文公祠的去了哈，真的是堂一关上蚊子都没入去啊。真的、哦。因为隔壁讲，哎，卡嘴棒啊啦，你这嘴棒啊，光唔光都是无啊。哦，是。所以家里住起来又这个风水又好又流通。对，哎，因为入去门哈，刚进去门，那大门是乌色的，你知无？因为正常是。用黑色的，你知无？啊，刚刚要改啊，我无爱，我要米黄色的。嘿、我叫叔啊，安尼改啊，啊，看起来，伊讲，奇怪，你门口特别水，这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嘿。所以学习妙法还是有重要的哈，因为这都是生活法，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，一旦和大家哈，怎样讲，处理的是，我们马上第一个受用到了，这是非常难得哈。因为先生本来我来泰顺，他还是有一点质疑的，问号啊，现在。就是就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真的。今我要上课哦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是。嗯，对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讲哈，咱师姐今天一个半工，师姐你有在上班吗？有。做什么？我做纤维。哦，纤维哈。自己做吗？还是？做纤维哈。那纤维这是到底做什么？你也当讲一下吗？所以说我做的哈，我做的是哈，像一个白头毛的方法圈，我面向嘿，我的下边，爱是都有啦，世界都有，全世界都有啦，全国嘿。所以你们是做纤维的法圈？我是做外销的啦，我做纱线的啦，我们下面的厂商是做法圈出来，卖到。全世界这样子，是，哇，这个是给他好看，然后美美的哈，那非常难得哈。啊，今天你就是甲厝内的康贵先帮嘞哈，啊，来遮做义工哦，做义工的心得，啥物款来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做义工哟，我是感觉大家来遮时感觉就是会在一个还没我们的大家庭这样子，啊，就充满欢喜，啊，回去的感觉就很快乐就对了。说不出来的快乐，这种感觉我知道哈，所以讲你会觉得这个磁场非常的好。对呀、啊，哥蛮多到场嘛，是呀、啊，我一上课等于都没有困觉了，哎、精神都很好，每次都这样呢，是真的，好像电充了饱饱的。对，我女儿等女儿讲你更别困觉了，太好了，这表示说内心的境界哈、充满了法喜，然后很心安，那可以享受到这种感觉很好哈、所以咱今仔就欢喜师姐你也当来接学咱的访问哦，将你这个心得来给大家分享啊，谢谢你哦，那做义工的功德真。非常的大，祝福您，感恩，阿弥陀佛。
Yeah.